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将之命理讲堂。今天小将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阴德深重的人会有哪些手面相特征。我们常听说佛教说什么前世今生，这辈子积德行善，下辈子就好过。而前世只要有积德，那么今世就会圆满；前世如果缺德，那么今世就会有报应。那么前世行善积德的人，今生会有哪些手相、面相特征呢？跟着小将之一起来看看吧。一、前世行善积德的人，今生会有哪些手相特征？一、三秋饱满。三秋指的是木星秋、金星秋、火星秋。三秋饱满的手相的财运是非常好。三秋越是饱满，那么证明自己财库越是充足，财源也是不断，就像是招财手一样的存在。只要想赚的钱，那么就一定没有赚不到的。二、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在婚姻上就是人生赢家，他们在感情上不会遇见渣渣，可以说一恋爱就遇见了那个真心和自己相爱的人，他们会很顺利地走进婚姻殿堂，夫妻生活和谐幸福，子女各有各的成就，完全不需要他们去担心。三、手指有肉。这种人的身体是非常强壮，他们很少会有累的时候，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能够保持活力，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去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面，对待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有爱，他们一生都会很顺利，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就算有不是什么大事，很快就会解决掉。四、掌纹清晰。掌纹清晰的人为人单纯善良，就算别人对他们抱有恶意也不会有意见，这种人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也不会有什么挫折和磨难，一生都非常的简单，不需要为生活烦恼。五、事业线非常长。这种人在事业上面会一展宏图，他们的事业运势很强，能够顺利完成自己手头上面的工作和计划，他们不仅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能够帮助自己身边的同事，不仅可以博得同事的好感，他们的实力也会得到领导的认可，在事业上也会越走越顺利。二、前世行善积德的人，今生会有哪些面相特征？一、印堂。印堂好命宫，主一生荣枯。人如果做了亏心事儿，或者祖上失德，或者前世失德，会有一条悬针纹。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下克妻儿。我有一个同事就有此悬针纹，真的是上克父母，下克妻儿。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大多都是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约三年后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后来变弯转到一边去了，这就叫做悬针转角，转厄运为吉祥。他从前总是倒霉，父母妻儿四人总是轮流生病，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生活上也总是百般不如意，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二、眼下。眼下称为子息宫、阴德宫，主要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有黄明之光的，是位有素德、有仙骨，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或者眼袋下陷，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先天肾虚，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息弱，不容易生孩子，所以这种要勤修静、清心寡欲、广积阴德。中医都知道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肾主精气，精气严重亏损，云何正道？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如隐隐卧蚕的，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如蚕之色，故称隐隐卧蚕。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眼下会有一重或者二重或者三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细纹有光泽而优美，是名阴德纹。若果善人行善，广利众生，眼下就会出现此纹。如果你常行善，眼下出现了阴德纹，恭喜你，这是增福延寿、子贤孙贵之征兆。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或者发不善之心，眼下就会发黑下陷。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如针刺眼，此乃克子行孙之兆。三、脖子光亮。
人要长生不老，青春常驻，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如果一个人喉轮打开后，不管是100岁、200岁，脖子都是不显老的。四、法令纹，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此纹一般中年后才会出现。法令入口名饿死相，又名腾蛇入口。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但最起码老来孤苦。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行恶则入口，行善则可以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这种法令称为寿带。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不要紧，反省忏悔，常行诸善，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后来行善改过后，在原先的法令上像触枝一样又生出一条，名双龙出海，既寿又富贵之征兆，乃善业福报。五、延寿毛相，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悔不疑，至晚年眉尾会生出三五条特长的眉毛，此眉名五彩眉，乃德高望重、延年益寿之征兆。右耳内生毛，乃高寿之吉兆。又中年老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亦是吉兆。如果中老年人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从里到外脱发，乃凶兆，德行欠缺之象，当止恶行善，转厄运为吉祥。三、福报耗尽后，面相会有哪些变化？命的构造是以人的心性特点为主体，但是如果在生活中过于放荡自我，则很快福报会消耗光，就算命再强，也会越来越难以如意。当人的相发生一定变化时，则代表福报将至，要立刻警醒起来。一、颧骨凸起无肉，如果发现自己颧骨凸得比较厉害，而且脸上看起来干瘪无肉的话，那么就是福报消耗完的一个特征。职场中不顺心的事儿会变得特别多，没什么精力，每天都会出现一大堆烦心事儿，工作强度越来越大，但工资却是原地踏步，关键时候还会随着能体会到巨大的压力。职场中身边中会充斥着一堆小人，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从而落井下石。二、眼神变得空洞无神，如果发现自己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眼珠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漆黑了，那肯定是福报快要消耗完了。感情上会出现一系列的危机，有对象的朋友俩人之间矛盾重重，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架，随时都有可能分手。而已婚的朋友家庭生活更是糟糕透顶，夫妻俩感情淡薄，随时都在冷战，还极有可能被伴侣戴绿帽子，婚姻关系岌岌可危。三、嘴巴苍白无色，如果原本红润的嘴巴变得愈发苍白，说明福报快要消耗殆尽了。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财富会遭受致命的打击，赚钱会变得特别难，随时都有可能丢掉工作，正财收入非常不稳定。副业方面，即便消耗大量的时间去经营各项事业，但获取的收益却少得可怜。更为倒霉的是花销会特别大，自身的购物欲望难以克制，还会遇到很多无法避免的意外状况，都需要金钱来打理。四、皮肤松弛无光彩，如果发现皮肤状况越来越差，肤质看起来暗淡无色，脸上的皱纹也在不断的增加，则是福报即将消耗完的表现。身体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几乎没有一天是浑身舒畅的，同时意外流血事件的发生概率也会大大增加，出门在外很有可能发生车祸，外出旅游也有可能遭遇紧急情况。另外，除了身体状况不够乐观之外，精神状况也会变得特别差，内心变得极为郁闷，不喜欢和外界交流，时间长了甚至还会产生抑郁症的情况。五、下巴棱角分明，如果你之前的下巴比较圆润，但在短时间内下巴的棱角相当分明，给人十分尖锐的感觉，那么便是福报快要消耗殆尽的表现。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都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会明显感觉到运气变得越来越差。比如说下雨天走路的时候会忽然摔跤，甚至直接出现骨折的情况。再比如说相恋多年的伴侣忽然变心，在背地里偷偷找了别人等等，这些啊都要引起重视。
虽然社会是科学的，但是还有很多科学都解释不了的问题存在。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因果命运，很多人会害怕所谓的因果，害怕遭遇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要知道，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只要你保持善良的心，多做好事儿，就算有因果，也是好的因果。能活多久，脸知道。中医认为，人的五脏六腑的状况都可以通过人体外在的表现出来。通过观察人体的面部特征，可以推测它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在《灵枢天年》中有一句话：“食道髓以长，肌强高以方，通调营卫，三步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中。”记录的是长寿者的面相。这段话是皇帝问他的老师岐伯，在普通人群里，那些能过百岁的人有何特殊的秘诀？按照《内经》中的说法，人中沟又瘦又长，下巴面部方正高大，脸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额头、鼻头、下颚骨肉饱满的人易长寿。那具体长寿脸有哪些特征呢？我们如何做才有助于长寿？一起和小酱汁往下看看吧。一、长寿脸的十二个特征。一、耳垂饱满，贴近脸颊。在面相学中，耳朵是重要的看相部位，代表一个人的财气和福气，也能通过耳朵的大小形状来判断一个人的寿命长短以及晚年运势等等。如果耳朵丰盈有肉，贴近脸颊，而且耳垂较大且饱满，颜色又比较红润的话，那就说明此人的肾气充足，身体健康，容易长寿。这种特征的人一般心态很好，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斤斤计较，凡事都看得开，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职场上都特别大度，为人也足够真诚，不仅自身活得轻松，而且还让身边的人也很舒服。相反，耳折心睁是减寿特征。正常人耳垂都是丰满平滑的，但冠心病患者耳垂上往往有一条褶沟，常被称为冠心病沟、脑动脉硬化耳折症等等。因此，耳部有褶皱的人很有可能得了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高血脂症等等。二、眉毛位置高，尾部下垂。眉毛在相学中被称为保寿宫，是五官中最能够体现出个人健康状况的部位之一。在古相书中就有记载，眉毛长垂，高寿无疑。就是说，眉毛位置较高，而且眉毛尾部下垂的人就比较容易长寿。这种特征的人往往身体健康，心态平和，不爱与人计较，不较真儿，平常很少发脾气，凡事都看得开，与别人相处起来也比较融洽轻松，不仅身边的人感觉很舒服，而且也有利于自身的健康。所以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寿命都比较长，一生也有福气。三、人中伸长。在面相学中，人中被称作为寿堂，它是人体任脉和督脉的交汇处，属于阴阳交合之处。人中的长短深浅直接影响着人的身体健康状态。如果人中伸长，且表示此人气血充足，身强力壮，生命力旺盛，而且晚年运势更好，大多都可以健康长寿。这种面相的人为人谦和有礼，心地善良，心态平和，很有耐心，也很热心，人缘特别好，很多人都愿意跟其交往，在事业方面也很有拼搏精神，晚年更是吉祥，福禄双全，一生好命。四、眼神有力。眼神生得黑白分明，乌黑湿润，明亮清澈，神采奕奕，表示此人决断力强，聪明能干，而且身体也很不错，容易长寿。眼神强有力，通常无关眼睛的大小和长短，只是看重眼睛里面透出来的那一束光。一般眼神有力的人都是比较的有毅力和决心，做任何事情都能够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不在乎结果怎么样，只在乎自己是否努力过。他们通常也很会保养自己的身体，注重细节，因此更容易长寿。五、下巴圆润有肉。在面相学中，将脸部分分为上庭、中庭、下庭三部分。上庭从发际到印堂，中庭从印堂到鼻尖，下庭从人中到下巴。其中下庭代表着一个人晚年的运势和健康状况。假如下巴丰满圆厚，厚实有肉的话，那说明此人一生好命，晚年运势更好，健康长寿。
这种面相特征的人没什么脾气，对人温和，谦卑有礼，为人处事很有一套，人际关系特别好，运势也不错，能够得到身边人的帮衬，而且自己也是有能力之人。六，喘息不闻。喘息不闻其实就是归息，如同乌龟一样听不到喘息的声音。归息心静，脉细平稳，有良好的心态，能够沉得住气，心静好，临时就不生气上火，体内五行运行流畅，小宇宙顺畅，气场强大，所以自然能感悟自然，顺势生发，能够获得长寿。七，脸型方正且大。脸型方方正正而且长得很大的人，通常被称作为是田字脸。尽管很多女人都不很喜欢这种脸型，感觉不够精致，不好看，但也就是恰恰是这种脸型的人有旺家之相，而且身体健硕，肾气十足，大多数都是可以长寿的。当然，这种面相特征最好是搭配宽宽的额头和厚实的下巴，就会更好。有此面相的人，身体健康，心态平和，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一生好命，尤其是晚年福气更好，儿女孝顺，日子过得潇洒自在。八，牙齿整齐紧密。根据古代相书上记载，牙齿稀疏，不够整齐，长得歪来倒去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空隙，那就说明此人容易漏财，不聚财。相反，如果牙齿洁白且有排列整齐的人，却是象征着富贵好命。一般牙齿整齐，排列密集，坚固不漏，则说明此人身体健硕，容易长寿。因为牙齿紧密，就表示骨头坚硬无比，骨头不脆弱，而且髓满，也就会促进生血生精。只要人的精血充足，自然也就是精神十足，身体健康，更容易长寿。九，耳骨隆起。耳骨又叫做将军骨，是两只耳朵后面隆起的骨头，用手摸上去，耳后鼓起来像大拇指一样的大骨头。这种耳骨隆起来的一般会长成双耳贴脑，男的双耳贴脑长寿，福泽绵长，女的双耳要支棱起来，如同被揪起来一样。耳朵贴脑不反阔，有垂珠，颜色不要昏暗，要是没有光泽，耳朵灰暗无光，说明肾气不足，破相。十，鼻骨硬。鼻梁骨通受根，这是在面相学中一个普遍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若是有长寿的命格，那么其人的鼻骨会呈现出隆起的态势，而且鼻骨坚硬，不会软趴趴的。如果一个人鼻骨过于软弱，多表示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特别的理想，免疫力低，一生中多小病，为治病花费的钱财也会较多，不是一个吉利的面相。十一，痣多者长寿。很多人认为痣是身上的瑕疵，但研究者发现，身上的痣越多，衰老进程越慢。而英国伦敦大学最新研究显示，痣的数量与染色体末端的端粒体长度存在关联，端粒体越长，寿命越长。十二，法令纹长。法令处于鼻翼两处，看起来只是两条普通的纹理，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名誉、晚年运势和寿元。法令越长，寿命也就越长。法令长不到嘴角，必然短寿。法令正好与两嘴角齐，不被饿死，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若是中年以后，法令仍然未见增长，甚至不过口，一般代表短寿。流年56至57的运势更见反复，即使寿元能过60，晚年运势亦恐不佳。不过，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若其印堂暗淡无光，口型欠佳，唇色暗黑，仍然是好运难求，事业难成。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形如包围着的口部之状，易主凶，晚年生活艰苦，亦有大病小痛缠身，运至70左右更有生命之虞。二，长寿养生的小方法。一，发常梳，将手掌互搓36下，令掌心发热，然后由前额开始扫上去，经后脑扫回颈部，早晚做10次。头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经常做这些动作可以明目祛风，防止头痛、耳鸣、白发和脱发。二，指常扣。中医认为肾主骨，指为骨之余，肾气的衰弱则牙齿松落。唐代名医孙思邈主张清晨叩齿300下以养肾固齿。方法，叩齿可不分时间地点，只要轻闭口唇，上下牙轻轻相叩36次即可。
叩齿结束后将口中的津液缓缓咽下。三、勤揉腹，小腹是阴中之阴，经常以手心按摩小腹至发热，可以有效的养元补气，滋阴培阳。方法：每天早中晚各揉一次小腹，力度要适中，顺时针逆时针各36次。四、多拉耳，中医认为耳朵代表了肾的状况，多拉拉双耳有护肾防衰老的功效。方法：左手举过头顶向上牵拉，右侧耳朵数10次，然后右手牵拉左耳数10次，其次以双手捏耳揉至发热。五、长提纲，根据《清宫医案》记载，乾隆87岁时还能外出狩猎，临终前不久尚能读书写字。如此长寿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常年坚持提纲锻炼。提纲运动可以采用坐位、卧位、站立位进行，每天做2组，每组50次。吸气时收腹，肛门或阴部缓慢用力上提，憋气10到15秒，呼气放松，整个动作为1次。相由心生，先天的运势或者不足可以在后天加以提升和改善。心地善良，不生气，注意身体保健，多做善事，面部会发生变化，自然福寿绵延，相反则福寿锐减。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